女人无论处在哪个年龄段，这七句话希望你能时刻记在心中，记得收藏。一，尽早扔掉三样东西：玩心眼的姐妹，几年没穿的衣服，不爱你的男人。因为这些烂人烂事会随时影响着你的心情。二，经营好自己才是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。因为只有你自己强大了，别人才会离不开你。三，你可以不成功，但不能不成长。如果总是原地踏步，停滞不前，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你。四，喜欢的东西不要期待着别人送，要学会自己买，除非你可以回赠于对方足够的价值，否则千万不要随意接受别人的赠与，因为都要还的。五，你可以善良，但你的善良一定要带点锋芒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付出，心软到最后伤害的可能是你自己。六，只有自己知道的才叫秘密，再大的事情请藏好了，如果你告诉了风，就不要怪他将你的秘密带入整片森林。七，不要停止奔跑，也不要沉浸在过去的美好里面，只有一路向前才能撑起自己的人生。